这边真的气氛很好，靠，不要，这个前面这几张照片就是我们以前的总统，那真的意思是很有名的，非常有名的。 네, 땡큐. 진짜 여기가 줄 제일 기네요. 유명해서. 很 香. 我看这个花生放真的很多。因为我刚才看了那个材料，应该不会很好吃吧？有这样的感觉。对对对，因为太健康了那个材料。其实它不健康。对对对，因为酱，对。蛮有特色的。 哎呦，这吃到完全不动西了。哎呦，有durian的味道。因为你上面那团就是durian。卖完了。卖完了，真的，关门了。我们是差不多最后了。这么有运气。我就试一下durian。嗯，好吃。因为这个是那个真的是那个水果的durian。 有些这些 local 的比 restaurant 的更好吃，真的，我觉得。 지금 여기는 북이스에 왔거든요. 예전에 되게 많이 왔었던 곳인데 여기서 막 이렇게 기념품도 사고 이렇게 간식도 먹고 많이 했던 곳이에요. 저도 여기 거의 한 5, 6년만 진짜 오랜만에 오거든요. 뭐가 좀 바뀌었는지 한번 살펴보고 또 뭐 기념품이나 아니면 뭐 길거리 음식 괜찮은 거 있으면 한번 들어가서 먹어볼게요. 한국감. 여기 보면 감이 한국감이 한국감. 일반 新加坡人会在这边买东西吗？这一带就应该很少。这一带比较小。这一带通常就是祈福、来拜拜。啊，拜拜比较多。啊，这一条街就拜拜比较多。啊，因为那个庙本身是二战时候已经建了。哦，很久了。 它没有受损，嗯，啊，说它有历史很久啊，有一段的历史，嗯，哦，真的，现在又不是过年，还是很多人来这边拜拜，哇，很新加坡，非常新加坡的 T-shirt。 买这个巧克力也有，哦，有买过啊，不好吃其实。巧克力这个外观比较好，但是这个味道，我会拍吗？我会买，我会买。哦，这个三个十块，我看这里的东西都蛮 cute cute 的。这个三个十块是吧？这边没有打折是吧？ OK， 我只希望你笑而已。这布吉斯里面没有地方能打折的吗？这啊，基本上都是定价。啊，好，谢谢。哦，导游，新加坡导游。我们都叫他做Beer Garden。Beer Garden。哦，这边真的气氛很好，可以在这边坐这看这海。嗯，真的不错。 啊，这边钓虾，然后可以直接切。哦，对，这个是不是别的地方也有？哦，因为我在别的地方有做过，我自己钓，然后别人帮我烤。就像哦，钓了，有了。哦，没了。<笑>一个小时30，4个小时60。哦，这样子。 我们公司的人，Hello，微微，哦哦哦哦，靠鼻孔，老板，你是做表情，我们等一下在这边吃饭。자 태국 식당 와서 촬영합니다. 하나 둘 셋. 啊啊啊啊！啊，韩国人很喜欢脸小小眼睛大大的。我说，来这个。啊，什么？不要。你有没有问过我先？No。你有没有问过我要不要先？我不要。哦，你看那个狗。臭臭臭。臭臭。
네? 我也是 여기가 저那边 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虾，这个应该不是这个虾，这个放在汤的。他唱的不错呀，他唱的不错。听过吗？什么歌都会唱哎，这个。上次我们去那个唱歌嘛，去唱歌，然后他听到他的唱歌哦不错。 你们有鸡吗？两份一份。嗯，鸡肉好吃。哦，吃多一点啊。真的很丰富。哦，真的很多东西可以吃。对，开心。开心怎样讲韩国？哦。 죽이네, 죽이네. 죽인, 죽이네. 어, 完全是韩国式的,죽이네. 죽이네. 어, 你发音很好呀,真的。他真的有语言的,对,他真的说韩语还比真英的那边好。他们来韩国已经都一年,他们什么都不会讲,就会说骂人而已。啊,行。죽이네. 어. 别的,别的. 什么? 어, 진짜 바보야. 听得懂吧,这个?这个听得懂. 화장실, 혹시 화장실 어디에요? 오! 不错，哎，可以的哈，然后他直接跟我讲韩文，他没有办法韩国生存，因为他自己一个人去做直播，他真的没有办法，他真的很敢跟那些人讲，我就是啊，那个他爸的那个安哥，我们一讲爹，他就哈哈哈哈，那还是讲话，我讲不了哟，不了哟，特别是你的语气真的很搞笑，我这不会讲嘛，一群人一上车就别人，我就爹，我问爹他就哈，爹什么，我不懂他在问什么，回应好像我们是韩国人这样，就是牛肉是吧？ 是的，你问他，他说你是谁？他如果母，他就是牛；如果他，他就是猪肉。没有啦，那个是鸡。鸡是猪肉。对啊。嗯嗯。哇，怎么说？呃，맛있어요。对啊，对。开心开心，什么都开心。谁都会。呃，죽이네。죽이네。죽이네。语气一定要是죽이네。죽이네，대박。 对吧？真的很厉害，吹气呢。